Okay.然后面积按键也算一下，2842，用计算机也算一下。24，然后每个中间要建一个毫米，所以是8.42。把这个外轴数8.42，还是调5.5，调小点，还是随便调。大小确定了，然后 C，然后这个供电高度，供电高度的话就量一下这个高度，63，63的供电高度是63。 这个要打八个设置一下，360度，打八个为主确定。然后现在给回零，然后点红光。好，先把这个参数设一下吧，这个随便给它设一个2000。 功率是个60，好，现在点红光，把位置对一下。这个点现在刚对上来吗？ 好，点标刻。好，关一下。 缩小一，缩到，看一下，这个。
算一下，这个是1024，哎，这个八十号，我算一下，这是24。OK。这是，然后用计算机再算一下，24×3.14，8个，18，好，9.42，然后每个中间要建一个方面，所以是8.42，把这个外斗数8.42。X 调5.5，调小点。X 随便调，好。大小确定了，然后 Z， 然后这个中间高度，中间高度的话就量一下这个高度。63。OK， 63，这个应该是63。好，然后这个要打八个，设置一下，360度，打八个 A 轴确定，然后现在可以回零。先把这个参数设一下吧，这个随便给它设一个2000，功率设个60。好，现在点上红光。好，我去对一下。这个点是在上面最上面吗？哦，你过来看。好了。OK。好，点标刻。Okay.